不用去大嘴巴，你就在这儿那什么，小伟给你给翻译两句，咱亮一点地方，亮一点。That's fine, fine. This is the team manager. This is the doctor. Yes. This is our team manager. This is Mr. Liu. I'm sorry. Yes, right. Is this game? Is this football? You know, it's happened everything. Sorry. Yes, all right. Everything good. Thank you for your hospitality. Thank you. Thank you. Show you now.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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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没想到就给他踢伤了嘛，他就是希望慢慢的恢复康复。你这样子，要不去好好健康点。平常的也蛮健康，那到了外边他很瘦，后背又看，For the next match, good luck for your team, for everything. 진짜 format 그 keep 때한 감사합니다. 祝大家好运. He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when he come here and say sorry. It's a pleasure to know the team as well. 他对中国队的过来表示这个歉意，非常的感谢，非常感谢。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guys.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Good luck. For you.Thank you.飞机可以明天再坐嘛，但是可能，他们对明天就要走了，所以说我还是决定回来看看好。嗯，现在是不是也觉得自己明显是非常冲动的呢？对，确实很冲动，就是对自己这个行为还是，想对他道歉嘛，还是。嗯，刚才经过跟他这个交流，然后自己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对方球员还是很大气的嘛，觉得这就是足球比赛的一部分嘛。我特别希望他能早日康复。嗯，因为你来说，下次会不会引以为戒？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教训呢？对，这希望以后自己也不要再一冲动的话就发生这种大动作的行为，那个犯规吧。嗯，刚才咱们采访也说了，就是当时可能场上那种局面，当时心里是不是一急就没有控制住？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就是确实是比较着急，因为球队也落后，然后加上我们。很长时间也没有碰到球了嘛，就是希望采取一些犯规，让比赛节奏稍微慢下来一点，回到自己的掌控之中。嗯，然后呢，接下来比赛，你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如何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和想法？因为我觉得国家队的比赛吧，还是确实大家都太想赢了，有时候会比较冲动，所以希望以后回到俱乐部，先从俱乐部做起吧，先减少这种没必要的犯规。嗯。